对，就这次来，其实，这次巡演其实很匆忙，然后都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和来到现场的人交流一下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？毕竟，对吧？有那么多的歌，所以，就是这首歌，就我也特地选了一些就搭配的来，就有新歌有老歌，然后接下来这首就是。来自第一张唱片的叫做《金到北京》。Yeah.